咁啊，香港時間深夜啊，今日就比較夜，對大部分觀眾。咁啊，因為我依家就做，今日都有好多事做啊。OK，咁就今晚嘅 live 就留翻會員版啦。咁啊，10月7號加價嘅英國時間。咁所以咧，我就免費就依家仍然60英磅或者105蚊加值，或者110蚊澳紙。咁但系喺10月7號之後咧，係會加價到72蚊英磅嘅。OK，加價就因為最主要係個 Vimeo 嗰個問題，即係用 Vimeo 就好過用 YouTube 嘅。YouTube 就成日偷嘢嘅，呢、這個就唔使講。OK，係啊，咁啊，亦都因為你叫最中國嗰啲友仔都幾猖獗嘅。OK，即係南海傳媒呢間嘢，我覺得係應該攞出嚟打嘅呢間嘢。你做咁多垃圾 traffic，我覺得我覺得我忍夠嘅。OK，而且搞啲垃圾讀書頻道嘅人都好多，OK，好多。我又唔明 Google SN 嘅邏輯點解可以俾呢啲公司去揾錢，OK，正正當當做正經嘢嘅人咧就揾唔到錢啊！我唔知咩邏輯啊。好啦，閒話休題啊，咁啊。依、这个琴日就我谂，依家依几日夜晚欧洲时间夜晚最啲人最关注，即系香港深夜啦，欧洲黄金时间啦，最关注嘅新闻就中东啊，我为中东啲航母就俾佢玩到乱晒大龙啦，因为伊朗就一定封锁领空噶，因为遇咗以色列大报复，咁以色列都会封锁领空，跟住中东啲国家都会封锁领空，OK。所以就飛行上就一定係好多唔方便咗緊嘅。咁琴日就伊朗向以色列發射180支導彈，咁就以色列講明會報復，OK，保衞報復，亦都應該會報得幾大下，應該會轟炸石油原油設施。轟炸原油設施，你就預咗中國就中國嗰啲燃油會唔會受影響，就自己諗啦。即係如果你習近平真係想打台灣嘅話，即係除非佢嗰啲油好夠啦，否則我就真係唔明佢點解要煽動啊伊朗玩咁大。即係除非佢覺得俄羅斯啲油嘅供應好穩定，OK。但係見到俄羅斯其實依家佢自己都自身難保，因為烏克蘭就係咁炸爆俄羅斯啲燃油廠嘅。即係俄羅斯自己啲炼油能力都能夠應付軍隊嘅需要，我都覺得係一個疑問嚟嘅。即係雖然佢睇俄羅斯頓涅茨克佢打得進展唔錯，但係呢個係有代價，就係佢庫斯克嗰度係失土嘅，而且我唔認為俄羅斯能夠捱得過呢個冬天。我諗今次調轉，今次情況。呢次啊，我可以講係點解？我諗以色列都知道，可能伊朗可能會世紀大報復。咁但係佢點解都咁樣清理哈馬斯同真主黨啊？因為呢兩班人真係人渣嚟嘅，OK，唔值得同情嘅。呢兩班真主黨同哈馬斯絕對係人渣嚟嘅，唔需要懷疑。你再加唔好同我拗乜嘢回教、猶太復國主義啊，乜乜乜？呢班友。對，如果你真係一個左翼，呢班有對女人、對同性戀者嘅態度，喂，呢班人同普京同一類動物嚟噶，我唔明咯。呢班人對女人對好差，我真係唔明啲女權分子點解會覺得可以呢班咁嘅人可以支持得咩真主黨啊？塔利班啲仇女分子啊，差唔多嗰啲，成班仇女分子，我真系唔明点解佢哋地，即系我对回教喺呢个地球上嘅生存，我越嚟越怀疑。我系越嚟越怀疑。咁但系你话依咩真主，你话点解以色列佢立定其心？第一，呢班人出师入，第二就系时候清理噶嘛。佢哋後面嗰個後盾已經強弩之末啊嘛！嗱，呢班恐怖分子唔會無啦啦出嚟 V 運動嘅，北歐以嚟哈馬斯又好，真主黨都好，最大 financial 來源係嚟自兩個人渣國家嘅，
即係你喺哈馬斯地道度，咪發現中國啲工程人員協助啲咁嘅傑作咯，係咪先？中國肯定有份啦，係咪先？跟住你話真主黨 ，OK， 依今次真主黨喺黎巴嫩南部基地就搜獲大量嘅俄國嘅武器 ，OK， 包括揾壓彈 ，OK， 呢班人都幾上到天啊，揾壓彈都用嘅。嗰啲太陽能設施、嗰啲太陽能設備、嗰啲 equipment、嗰啲軍用嗰啲太陽能設備，估到係邊個提供噶？肯定係中國提供啊！只不過係呢班真主黨好意思用嘅 ，OK， 佢哋啲咁嘅太陽能設備一定係中國欺壓維吾爾族嘅回教徒搞出嚟嘅 ，OK 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回教徒依啲咧就同容海恩一樣嘅，相同標準嘅。哇！你都和一個容海恩。大家冇睇追新聞啊，所以阿容海恩同阿袁離昌都去點啊？中國國慶日走去日本玩係咪先？咁大家諗下，依啲人係憎愛中國定假愛中國啊？係咪先？定係即係愛中國是工作係咪先？愛日本才是生活係咪先？呢啲就咪國產零零七裏邊嗰個即係金槍司令嗰個啦，漢奸走港賣國賊係咪依啲啊？喂，我哋就依啲以往就會開一集嚟講，依家就真係費鬼事嘅真係。呢啲咁漢奸走咗賣國賊，叫阿習近平夜神集自己搞掂佢啦。OK， 咁但係呢次以色列就係佢稱佢，如果以色列可以成勢，你睇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嗰個講話對伊朗嘅 OK， 嗰個即係其實係宣戰講話嘅差唔多。佢話你伊朗人如果願意同以色列合作兩大古老文明，係波斯同希伯來兩大古老文明係可以砌造一個良好嘅願景 ，OK， 即係可以揾好多錢。原來事實嚟嘅，如果你唔俾依班咁嘅神權佬把持嘅伊朗，其實伊朗又好，伊朗其實波斯啦，呢啲其實有啲人就唔明點解歐洲會多少容納即係依啲中東難民。某程度上，果然歐洲是包括中東的。OK， 那些有部分以前羅馬帝國的行省嚟嘅，或者以前古希臘的文明都跟你有關。即係你要對廣義歐洲依個有個睇法先。即係你看回羅馬帝國的版圖，你就明地，即係佢對佢嚟講所即係點啊？乜嘢叫做歐洲？歐洲就我哋依家睇嘅歐洲就係一個，即係歐盟係可以叫歐洲，包括英國在內嘅都可以叫歐洲。但係廣義歐洲你就應該睇一睇羅馬帝國嘅版圖，咁樣睇嘅可能會你有一個比較準確嘅認識。依啲係華人好難明白。你基本上你如果你人你如果你當然如果你依波斯人，你知道。你翻翻去佢以前包列為王朝之前嗰個自由開放傳統，甚至唔好信回教添，可能仲好。我真嘅，即係你有宗教自由啊！我諗佢係一個好有潛力嘅國家史嚟嘅。我哋即係呢班咁嘅神，呢班係神棍嚟嘅，呢班真係神棍嚟。熱狗啊、神棍啊、小草啊，都係同一類動物嚟嘅。好嘅，都係同一類呢啲渣滓嚟嘅。好嘅，第一樣嘢係你。你中東，你老實講，你真主黨啊嗰啲，你真主黨嗰啲，你要搞恐怖主義都好，你啲有錢。但係我啲真主黨講嗰啲唔係養一二百人嗰啲，但係我哋講緊佢嘅戰鬥人員講緊幾萬人 ，OK？ 你買 call 機都買唔少啊，係咪先？買 call 機都要錢㗎，係咪啊？或者你都或者買，雖然你話。以色列話：，哎，我有即係摩薩就話，我有一批好靚嘅 call 機 ，OK， 但係你買 call 機都係要錢嘅 ，OK， 你都唔係無啦啦石頭爆出嚟，買要 walkie talkie 都係要錢，咁嗰啲錢邊度嚟啫？或者挖地道都要錢嘅，你做乜嘢都要錢嘅，你嗰啲錢咪依家咪大家睇，你好清楚就係中國、俄國、伊朗，係啊，呢樣嘢好清楚嘅。依家佢嘅做法，佢點解要矛頭直指伊朗 ？OK， 因為真主黨真係戰鬥嗰啲人員斬曬手嘅。OK， 你
你哈馬斯那些所謂戰鬥型其實都斬曬手的，斬都差不多斬曬的，其實你看到哈馬斯無力再戰的影子如果他有力再戰繼續就一定是伊朗搞出來的，所以你斬草除根我當然我當然是怎麼說走去，那你如果你伊朗不進行襲擊呢，其實即是怎麼說，你有得以色列清理南尼什麼黎巴嫩以南那班這樣的人渣，其實對個神權政權來說你還可以撐多一陣個神權政權，但很明顯現在就是你如果伊朗就很明顯是真主黨後盾、OK? 但是伊朗也有個後盾的伊朗、OK? 伊朗純粹有石油所以他是不足以支持他這個戰爭的，因為他長年被制裁了很久，那真正的後盾其實不是中國和俄國，你看回之前伊朗和怎麼說以色列那些飛彈互飛，那些所謂飛彈互飛都是拗行的，真他真的沒有料到的，那些其實今次伊朗他都不是很想搞好有料到的，但我懷疑他怎麼飛180飛，我估計是中國和俄國說喂你應該show些東西，隨時習近平叫他做的，普京都未必有這樣的想法，因為普京他始終你知道普京他身邊的好友都是猶太人來的、OK? 甚至大柱 Wagner Group 的大柱其實都是猶太人來的，普京都未必那麼想得罪以色列，但中國就不是這麼抵的，中國中國就想做中東大國，所以其實你現在這件事隨時也是習近平 水人打的，你看到那些五毛的態度其實我都看得很清楚，那些五毛的態度是站一面都站在伊朗那邊你就知道，你甚至有些人說俄國做 fake news 都是站，但我覺得現在有部分俄國的 fake news 的 maker 未必是真的 serve 俄國，我懷疑 serve 中國，因為俄國沒有錢嘛，中國還有美金給嘛，我看到他現在中國搞的五毛那些入侵技巧是越跟我那些混合的，這件事你看網上那些攻擊就知道咯，即其實你現在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和俄國兩國，對，中國和俄國，跟現在就伊朗就送飛彈 OK 過去，但是 你伊朗你這樣送180飛、啊、我不知道、以色列的防空系統有多少彈藥 OK 其實你這些東西我不知道伊朗會玩飽和攻擊 OK 玩飽和攻擊就是我彈藥比你多 OK 你防空系統多厲害，你彈藥沒有彈藥就沒有料到的，等於沒有的 OK 我就燒光你的彈藥 OK我其實都是玩飽和攻擊啫嘛，佢真係點啊？係啊，我大量嗰啲點啊，又唔準又唔掂嘅彈藥啊，問題就我係咁就炸到你好唔得閒啊嘛，飽呢個咪飽和攻擊咯，呢啲你甚至五毛都係一種飽和攻擊嚟噶，五毛。尤其你依家好多做 YouTube 嗰啲，佢都唔知點處嗰啲五毛，嗰啲五毛係搞到啲 traffic 亂七八糟嘅。即係呢啲，如果你有即係呢啲，你五毛將啲 traffic 搞到亂七八糟嘅嗰啲，咪飽和攻擊一種。我就好清楚，我日日都對住啲飽和攻擊嘅，我日日都對。OK。所以你話依家你要解決依個問解決問題，你一定要解決中俄。OK， 中俄兩國一定要解決，但係你伊朗係第一個。OK。解決伊朗先，因為伊朗是最就地亦都最近的，我哋即係當然仲有北韓啊，北韓都係問題嚟嘅，北韓，但係北韓就我諗係睇俄國同中國頭嘅，同埋北韓亦應該係咁樣嘅，啲彈藥咧就北韓提供，佢喺技術多人有，跟住石油咧就俾北韓。因為北韓其實北韓冇油噶嘛，北韓冇石油，冇石油就打唔到仗，亦都做唔到任何meaningful嘢，所以石油就應該係伊朗俾。嗰啲人應該俄羅斯第一，佢未必有咁多油啊。佢俄羅斯嘅煉油能力始終受限制，呢個始終係一個問題。
佢真係佢依家佢俄烏戰爭本來就有一個需求嘅。跟住我諗，如果你真係，但係如果我諗今晚，如果以色列真係襲擊伊朗嘅防空設施，伊朗嘅如果襲擊伊朗嘅防空設施都還好，似上次咁樣真係拗行嘅。但係如果你話襲擊嗰個唔係防空設施 ，OK， 有依家有可能就話係襲擊伊朗嘅燃油設施啊，襲擊伊朗嘅燃油設施就另一回事啦。系襲擊伊朗嘅燃油設施就應該中國啲油都應該幾麻煩，中國同俄國都有麻煩，因為中俄國應該都會用部分伊朗嘅燃油嘅 ability 嘅，佢都要嘅，因為你記住咧，打一場仗要個油嘅消耗係好大，而且呢啲油一定要燃，你記住原油係唔燒得嘅，原油 OK， 原油係一撇嘢嚟嘅，你一定要經過燃油程序將。原油會變不同的成分分解，即係點啊？分解分類變成不同的油產品 ，OK， 嗰啲油先用得啊。所以點解塑膠唔係故意生產嘅塑膠 ？OK， 原本塑膠是 by product 嚟嘅 ，OK， 即係塑膠係而家煉油出剩翻嗰啲嘢 ，OK， 咁啊 by product， 所以石油嗰度一定係同個化學工業係有相互關聯嘅 ，OK。即係石油某個程度上是化學的其中一個根源嚟嘅，化學是很重要原料嚟，亦都要原料嚟。咁你話要中東和平咧，其實最終咧就一定要清理中俄。即係當然你話呢一劑你清一世伊朗唔知啊，當然你話清到伊朗當然好啦。OK， 哈馬斯如果你伊朗你伊朗咁格，你伊朗暗咗個政權，或者伊朗冇咗個援助能力，咁當然好多，當然好啲。咁啊，就係你中國同俄國仍然會某程度上有援助能力，譬如你嗰啲 equipment。你例如啲甚至有可能有戰鬥人員，甚至有情報嘅協助，唔出奇嘅仍然，或者錢上面嘅提供，唔出奇。OK， 我亦都唔相信伊朗個政權咁快咁，所以伊朗個政權應該都唔捱得太耐嘅，應該，因為你長年嗰個經濟表現實太差，你一味講神權，亦都壓抑太耐。OK， 即係呢班友我都覺得呢班回教呢班友係。依家所謂嘅回教，依班中東依班所謂來嘅回教主流派，只不過一班中世紀嗰啲咁嘅神權惡棍嚟嘅，甚至你馬來西亞回教黨嗰啲都係我都係咁樣睇嘅。所以邊個走去支持馬來西亞回教黨嗰啲，都叫翻去做頭嗰啲嘅。喂，所以我唔明馬來西亞民政運動嗰班友啊，搞啲乜出嚟嘅？即係你。你回教黨嗰班，甚至我對回教嘅教義有好多嘅正 question 嘛，即係你嗰啲人咁信回教教義，點解嚟歐洲移民啫？係嘛？即係我唔想講啲咁辣嘅嘢，咁但係你歐洲有歐洲信仰嗰套嘢，咁你話左交又咩都好啦，有佢嗰套嘢，即係你有啲你唔認同嗰套嘢，咁點解過嚟㗎？即好似你啲藍絲咁唔認同加拿大，咁唔認同美國，咁唔認同英國，咁點解你要嚟西方國家住咧？你啲藍絲啊、小粉紅嗰啲翻中國啊，一樣啫嘛。即起碼咩冇華僑，留喺英國做乜啫？翻中國冇咩？中國咁偉大係咪啊？即係呢啲人咧，口是心非，個個容海恩識手，口是心非最乞人憎嘅啫。你一定要處理中國和俄國的，最後要和平。即當然你現在清理了伊朗會好一點，但當然你如果伊朗神權政權突然間忽然暗了，會不會搞出很大的混亂呢？不知道、okay。 你記住一個獨裁政權暗了，那個 equilibrium， 你好看個國家的傳統。譬如你說東歐都不是各個國家執得乾淨，你撞只匈牙利嗰啲咪出事。但係匈牙利嘅政治就不嬲，自1867年奧匈妥協方案
折衷方案以嚟咧，匈牙利政治都冇好 stable 過嘅。OK， 奧匈帝國瓦解嗰時，匈牙利人就癲到自己搞個共產政權出嚟。OK， 跟住後嚟咧就出現一個冇國王，但係有攝政王嘅怪物。OK， 嘅匈牙利王國怪物。OK， 跟住就戰十字黨當權，跟住。匈牙利冇好 stable 過個 politics， 即係自佢個167年折衷方案重新出現匈，即係嗰班匈牙利貴族搞翻個議會出嚟，佢冇好 stable。依個比依個，所以你有背景嘅依啲，你話譬如捷克咁樣，點解佢乜嘢都可以天鵝湧革命天鵝湧分家？佢捷克本來嘅民主情個傳統就好強噶嘛，本來就。或者點解波蘭你就算有法律與正義黨嗰啲搞到咁 V 運運，最後佢都可以回到正軌啫，冇嘢嘅。波蘭個團結工會個傳統好強啊嘛，團結工會個有個傳統，跟住佢天主教嘅傳統亦都唔係完全係得個保守嘅嗰時，佢咁咪呢啲好多 background。依我就真係唔知道，我唔知道。咁但係你話真係要中東和平冇曬咩真主黨啊、哈馬斯呢啲財政來源，你要斷曬，一定斷中俄嘅，一定你唔斷中俄冇得傾。喂，所以你話世界大戰其中一個原因，你問我點解？喂，即係點解會有可能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啊？一嚟就阿習近平同阿普京嗰個困境。但另一方面，其實國際社會都有一樣嘢，冷戰之後冇好稱你中國同俄國兩大岩種牛。當然，我覺得都有排搞嘅話，你就算三戰之後，如果你中俄瓦解都仲有排搞嘅話，咧仲有一鍋粥嘅。O、OK? K， 即係你中國同俄國瓦解之後係乜嘢世界，我都唔知嘅，好多unknown嘅，好多即係你呢啲你個政治權力一失去平衡，尤其是你習近平定於一尊之後，所有嘢一暗嗰時。你睇嗰啲文運分子嗰啲表現，你都心都寒啦！我想講乜嘢古靈精怪鬼，即係個個都太平，個個都紅透全世界嘅，其實真係你諗都怕啊！係個個都紅透全世界，我認真嘅，真係個個都紅透全世界，依、這個就唔係好掂。但係但係如果你唔處理中俄呢兩國咧，呢啲問題唔會解決，烏克蘭戰爭唔會解決，中東嘅戰爭唔會解決。遠東的和平不會得到保證、OK? 南洋那些包頭那些問題你不會解決、OK? 即是你當你如果你真的中俄解決到 OK， 跟住你世界銀行結構改變，即是不再依賴石油的話，其實呢中東這班這的神權 包頭也都不需要射他的，其實即是那時候他們都沒有個財政外援的話，那整個政局會改變。現在怎麼那些神權包頭可以這麼咁囂張啫，嗱，一嚟伊朗有石油啦，就有錢啦，一嚟 OK， 點解佢有啲錢嘅？但係一方面，譬如你話沙特嗰啲皇室嗰啲都係有錢噶嘛，佢有錢周圍去傳揚佢嗰啲咁嘅奇怪論説，有冇？依啲係個問題噶嘛？依問題，你一次三戰再加一個人員嘅嗰個結構改變，咪搞掂咯？即係有啲話啊，仍然要燒油啊，汽車嗰啲。汽車燒油都好，你都有係可以改變。我覺得你都係一樣嘢嘅。汽車燒油依個做依、這個暫時依、這個，即係你依個電動車嘅問題俾中國挾持咗嘅。但係依個遲早會有一啲改變。即係我都係講嗰句，大家係唔想繼續俾依班友夾嘅。OK， 你話三戰嘅原因，戰爭只不過係政治嘅延續，冇人渴望戰爭。因为战争死好多人，但战争又好，革命都好，但系你冇办法用正常政治手段解决嘅问题咧，就只能够一系就战争解决，一就革命解决，试下一解嘅。OK， 英国人系几叻噶，其实讲真，咁耐以嚟 ，OK， 即系大镬极啊，都系点啊？公投换投票嘅 ，OK， 即系当然有时玩到僵局，最僵局大镬嘅，一系就公投换投票，一系就血腥革命咯，唔系血腥。獨立運動真係愛爾蘭都係局部嘅 ，OK， 即係當然搞出 trouble 之後 ，trouble 嗰個就玩咗成一百，玩到 good fight agreement 先解決到啦 ，OK， 即係愛爾蘭問題係嗰個係一個好悠長、悠久嘅問題，咁但係
英國人至少大部分可以用政治手法解決的問題，他都用政治手法解決。他或者不盡人意，但至少死少很多人，這件事都 OK 的。但是你說中東中國和俄國搞出來的事就我就認計了。好啦，這一集講到這裡，今晚就 live 再見了。